关山慈济医院举办农历七月吉祥月感恩祈福活动，医疗团队恭敬虔诚礼佛，志工则用戏剧的方式提醒人人如素护生。这普渡哈，不是说在拜门口就好，师父在讲普渡的意思就是普渡一切众生，尤其现在防疫时间哈，我们更要斋戒，不要杀生。池上乡长张尧成每年都会参加关山慈院的祈福会，潜移默化累积善念，把我们平常的一些零用钱呢存成竹筒，然后来捐献给大众需要，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。我们一般外面讲中元节，我们讲祈福吉祥，那这样子同时我们要劝募说如数跟不要是烧金子，那做环保，每一个人每一天最少吃一顿素。关山社区妈妈平均年龄超过65岁，盛装打扮参加祈福活动，展现长者活力。他们除了要感恩关山慈院长期守护大家的健康，也期待人人一起守护大地的健康。大家一起来做环保，疼惜大地，爱护地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尤伟荣、涂华光台东报道。